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佛教智慧故事，沙门救母。娘，娘，娘，母亲啊，你离开20多年了，真想见见你，不知你现在可好？是在天道、地狱，还是转生为人了呢？母亲，儿啊，母亲，儿啊，25年了，今日总算得以相见。母亲何以落得如此地步？唉，一言难尽啊。母亲，我们去那边找水喝。没用，娘喝不到啊。母亲，我背您去。母亲怎么连水都喝不到？难道你堕到恶鬼道了？儿啊，你有所不知，娘前世回人时有一年大旱。正午的，谁来敲门？慈悲的施主，能请您给我一点水喝吗？我自己都还没水喝呢，一口也不行。我还一滴呢。一滴也行？一滴也没有。去，到别的地方去要。太阳这么毒，再站一会儿我都要晕过去了。可有化解之法？有，请母亲快讲。你只要用瓶子盛满干净的水，水中插上一只杨柳，用你修行的功德力加持，再把这杨柳瓶中的水供养给众比丘饮用即可。南无喝罗哼那多罗耶耶，南无阿利耶，婆卢揭谛说婆罗耶，摩诃萨垂婆耶。儿啊，我好饿啊。母亲，您慢点吃。我的罪过到底有多重，竟然要遭受这样的报应？母亲啊，您在世为人，常与不懂礼法的人往来，愚昧不明事理，生性吝啬，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果报啊。珍重，快趁热吃，今天娘可捡大便宜了。你看这山芋多大，不知道哪个粗心的乱丢，让娘捡了便宜。娘，你不要总是贪图这些小利。你这小孩子懂什么啊，又不是偷来的。娘，我去看看。你谁呀？化缘的。化缘？化什么缘？你还不快走，我宁愿把饭菜倒掉，也不会给你们这些骗吃骗喝不做事的和尚吃。阿弥陀佛。
那善哉善哉。嗯，你不给就对了，那些和尚就只会念经。可不是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给儿子做饭了。娘，你以后尽量远离那些愚昧的人吧，多亲近那些贤德之人。才读几本书就教训起娘来了，难道你还要把大饼给那老和尚吃吗？不怕挨饿吗？罚你一天不去吃饭。哦。的确是这样，我没有智慧，现在才得到了这种恶报，痛苦难言。儿啊，救救我吧。母亲现在得到这样的恶果，为儿的要怎样才能帮您解脱呢？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，便可救我。珍重把麦首饰所得全部用来准备饮食水果，以母亲的名字供养众比丘僧。儿啊，你代替我供养僧众的功德已经让我解脱恶鬼道了，我已经可以享用水和食物了。如此甚好。阿弥陀佛，感谢诸佛菩萨慈悲救护，让我母亲离苦得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若能以饮食、卧具、医药等供养十方僧众，借此十方僧众亲近共修之力以及功德回向之力，能够使供养者往昔七世父母、六亲眷属皆得远离三恶道，现世父母及供养者本人长寿无病，昼夜吉祥，衣食自然具足，身心安乐。耶奢密多缘。老爷，妇人生了，是男孩。端正庄严，生就祥瑞之乡，是极有福德之人，难怪天降甘霖啊。不如取名叫耶奢密多。这是八功德水呀。八功德水。是啊，这种水具备八种殊胜：澄净、清冷、甘美、清软、润泽、安和、除饥渴、长养诸根。此子日后定会出家，证得阿罗汉果。耶奢密多在八功德水的滋养及长者夫妇的爱护下，一天天长大，成为人见人爱的俊美青年。佛陀，我愿抛弃世间所有，皈依佛陀，跟随您出家修行，证得道果。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落，发福助身。啊！出家后的耶奢比丘精进不懈，
对于佛陀的教诲信受奉行。不久，即证得阿罗汉果，不仅具足三明六通，亦得八种解脱。诸天天人及世人无不对其敬仰赞叹。世尊，耶舍比丘过去生究竟修了什么样的福报？今生一出世便天降甘霖，口中自然生出八功德水，不需他人哺乳，又能得遇世尊随佛出家，证得道果。过去贤劫中，迦摄佛住世，于波罗奈国度脱无量众生。说吧，师父，那位老施主已经变卖所有财产，做供佛之资。是吗？他已经跪了三天三夜了。出家后的老比丘，却不用心思维世间无常之理，反而懒散懈怠。不久后，老比丘重病缠身，医生告知需以苏烙为药，病方可好转。好热，水。师父，这都是弟子不够精进、懒散懈怠的果报啊！师父救救我吧！你的情况就像是恶鬼道的众生所受的苦，非仰仗大功德力是无法解脱的。你现在快取我瓶中的水，供养清净僧众。师尊，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灾厄，死后恐怕会堕入恶鬼道中，唯愿师尊慈悲哀悯，为我开示消此灾难。现在的你唯有以净水供养僧众，仰仗清净供养功德力，才能脱离堕落恶鬼道的果报。老比丘听完佛陀的开示，心开意解，信受奉行，从此以后不再偷懒。每天以净水供养比丘大众，极致命中从未懈怠。啊！因为这样清净的供养功德，生生世世口中常有清净八功德水，满足所需，直到今生有因缘随我出家修行，证得道果。当时的老比丘就是现在的耶舍米多。诸比丘闻佛所说，皆信受教诲，欢喜奉行。水有八种功德，分别有八种表意，所以供水因缘十分吉祥。一，清凉表意。